Hello， 大家好，巨马。对，虽然我奉劝大家去玩日版的，可是我懒得去学 VPN 到日本去，所以我就跟着台版去。而且你就算玩日版的，你还是玩台版的，你也不知道你会玩多久。我只能这样讲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然后刚才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冰果成就里面每一周的这个妖魔硬币 G 啊。厉害呢，他会给你那个呢。Link， 好，他会给你这个，他一定会给你 G 的，不是，一定会给你 S 的，就妖魔硬币 G 一定会给你，所以每周任务一定要把它解完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两个。妖魔硬币 G， 所以我刚才除了抽中这一个之外呢，我还抽中一只 SED。那只 SED 在哪里 ？S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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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，那只 S 怎么不见了？啊，这一只啦，这一只，对，土蜘蛛袁绍，被敌方单体造成土属性加防御下降，我方全体防御提升，还不错哦，可它只有战斗前30秒而已，后卫腰力提升是还不错啦，土蜘蛛，可是，没有到好，大概是中下吧。敌方单体无属性加混乱，这个还不错哦。混乱，自身力量提升，它只有自身而已。对 ，HP 剩下75%，就类似被动技能的意思。好啦，所以这礼拜我觉得有收获就这个妖魔硬币局，然后每一日任务的那个福硬币呢，它可以帮你。每天获得宝石，那宝石有分要付费，就是你花钱买的宝石，跟不用花钱买的宝石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今天一样，我想把所有的宝石留着耶，因为前期的这些，听说之后会出 SS 啦，对我只能这样讲，所以我在想，我再爬个文好了，那如果要抽奖的话，我一样是会开。好，那现在呢？福硬币我基本上我都会留着，明天抽。就是每一日任务里面呢、的冰果有，在哪里？这个转蛋要三次，那一次免费，那一次我会用福硬币抽。然后再一次的话，我会用这个转蛋券去抽，对。而且我在想到底是实抽比较好呢，还是单抽？因为目前我都是单抽啦，对啊，大家可以跟我说一下嘛。好啦，那我一样。今天就是把硬币抽一抽，然后刚有抽到两个福硬币嘛，那切果币一样，我会把它抽一抽。啊，对敌方全体造成风属性伤害，炎炎罗。敌方的腰力下降，这个要被动要 HP 50% 以下才会发动。哎呦，全体腰力提升，没败啊！好啦，那我们一样今天把硬币抽一抽喽，就这样。给个 S 吧，拜托你了。有变好运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数次数哈，一次、两次、正常发挥，正常发挥。你看，我们上次。也没有多久，就是
虽然是我是上礼拜四、礼拜五拍的，可是你们是星期日看到的，真的，一只 S 都没有。可是这次竟然会有 S，好神奇哦！两次了，三次，所有硬币抽完会有多少？正常发挥一，三次。四次新奶奶祝融，四次啦。桃色，硬币扭蛋，五次。哎呦，黄金金胖喵哎，五次六次。看会抽中金胖喵，六次六次，又是墙壁，六次，七次，七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十二次。啊，逼急逼急，十二次，十三，十三硬币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七次，五克好穷酸哦，都没有 A 啊，筋膜神呢？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这次抽完之后，我们下礼拜一看哦，就是。大概一个礼拜里面，你可以拿到多少的扭蛋币？然后去抽妖怪，持有十连转蛋券三个。哦，它有分十连的跟单抽的，就对了。好啊，那我单抽就慢慢用吧。其他的如果没有半价或减价，我应该不会抽，因为这会有 SS 啊。我想说，像我五克可以把 SS 给抽出来的方式就是囤资源，然后我目前也不会觉得很难打。最主要的地方在于说呢，你需要去强化你的怪物，对。然后我强化第一只首选当然是所有人推荐的手抽，这一只，对，品级能力，一星，然后空格跟填满，一星填满，然后二星两个空格，然后两个填满，三星三个空格，三个填满。四星四个空格，四个填满。五星一样是四个空格，然后四个填满。我只差最后一个没有。好，所以我的九尾寻玉。填满了哦。好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爱你们哦，嗯啊。